现在应该是伦敦早上7点，我得睡醒吧。那我打电话到饭店给他留言好了。Hello, this is the Grand Hotel London. May I help you? I want to, talk to Mr. Feng. Two five zero one. Mr. Feng, may I ask your name and the purpose of your calling? Mr. Feng 是找风腾的，对方是中国人，难道是珊珊 ？Hello, I guess this is a call for Mr. Feng, right? Just hand me phone. Yes, it's okay. I'm Mrs. Feng. Mrs. Feng? Yeah. No. 是 Mr. Feng.A man, not a woman. Hold on, please. Thank you. 喂，喂，珊珊啊，啊，我是丽叔。啊，是丽叔。所以刚刚那个女的说 ，Mrs. 风是在叫丽叔，风太太。啊，你是找风腾吗？他跟郑琪出去开会了。丽叔为什么说自己是风太太呢？啊，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啊？他昨天晚上倒时差，工作到很晚。你如果有什么急事的话，我可以转告他。哦，我没什么事儿，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儿。那我晚点打他手机吧。喂。喂。这地方看起来还是挺温馨的，吃啊住啊都挺方便的，这下我也放心了。哎，看你爷爷这个样子，我真是很有感触啊。人呢都是会老的，我跟你爸把你拉扯大，见你大学毕业又在大上海找了工作，现在啊我们只有一个心愿了，那就是希望你找个好人家把自己给嫁了啊，这样我们就真的是别无所求喽。妈，早点休息吧，明天还要早起去照顾爷爷呢。好吧，这个刚煮好的，我用吧。仔细想想，丽叔应该只是为了方便接电话才跟柜台这么说的。我其实不必那么担心跟生气，但此刻我心中真正难过的是，我跟我的家人连在上海就医都寸步难行，风腾和丽叔他们这样的人却能在全世界畅行无阻，这样的差距
我真的能追得上吗？Hi, excuse me. Good evening, Mr. Fan, Mr. Chen. This morning, Mrs. Feng answered a phone call from China for you. It's from a young lady. Mrs. Feng? 李叔啊，有可能是珊珊吧？要不你给她回个电话，她要是会打我电话，没事，她肯定睡了。走。Thank you. 珊珊，你在磨蹭什么呢？快点啊！我还赶到医院去看爷爷呢。想来给我回电话，不管我这有多晚。珊珊，珊珊，啊，来了来了，快点！妈，我去公司跟您去医院不同路，我去公司坐地铁，我给您钱，你打车直接去医院吧。啊，这是地址。嗯，好好好，给您钱。啊，一路上小心啊！哦，知道了知道了。嗯，你快去上班吧，路上小心啊！拜拜。今天午休时间，应该能去看爷爷一下。喂，妈，珊珊，你快过来，急诊室医生说不让住了呀。啊！突然不舒服，幸好医生赶来了。啊，那爷爷都这么严重了，不能给安排个病房吗？哎呀，医生说了，一定要等门诊的报告全部出来以后才可以办入住手续。还要等门诊报告啊？都人都这样了，还等什么门诊报告啊？没办法，只能等那个门诊报告，不然他们就要我们转院。啊，想想办法吧。啊，爸，怎么办？是该等门诊呢，还是该转院？万一检查还是找不到病因，还得再重新做别的检查，我到底该怎么办呢？转院也不知道应该转去哪家医院，万一连急诊的床位都没有了。一直知道这个世界生老病死充满着各种无法预知的事情，但在我这么普通平凡的人生里，并没有太多机会能够体悟到这种六神无主的慌乱。可是当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才知道竟然是这样如此的难受。薛珊珊，为什么你以前可以活得那么天真，那么无忧无虑呢？哎，那你怎么不问封腾呢？那封腾多好使，你问他不顶一百个网友。珊珊，喂，疼！
陈珊珊。神内科主任医师柴主任。是这样，薛老先生的病情我们经过检查发现，薛老先生的脑部并没有产生这个血栓和这个病变，不过呢他有些状况，我们呢给他做了颈动脉的超声检查，发现薛老先生的颈动脉过于狭窄，也就是说呢输向脑部的血液就减少了，造成脑部的缺血，容易出现失语啊，或者手脚麻痹等等现象。那该怎么办呢？因为老先生的年纪已经很大了，所以我们不提倡使用传统的手术。我们是这样建议的啊，是不是可以使用呢颈动脉支架脂肪术？这个呢不像传统的手术那样要开刀，它可以大大的减少中风和心脏血管疾病的风险，而且术后的住院时间也很短。医生，您说了这么多，我怎么一句话都听不明白啊？你们不要担心，这都是中老年人的常见病，你们还算机警，发现的时间不算晚，再拖下去老先生也有中风的危险，我们还是赶快手术吧。对，你们家属可以好好考虑一下。妈，叔，既然都知道病因了，那就不要再多想了。好吧，那我们就听医生的。对，该手术就手术。医生啊，谢谢你，麻烦你了啊。谢谢，谢谢医生。谢谢。你说这普通病房也太小了，既然都已经挂 VIP 病房了，那为什么大老板不给老先生安排一个 VIP 病房呢？既然决定动手术了，那自然是有病房了。大老板说了，找最好的医生住普通的病房，花钱对大老板来说有什么难的？这安排啊是要用心思的。看来珊珊在大老板心目中的地位非比一般呢。我懂了。哎，不是说今天早上出去走走的吗？封腾昨晚把下午的会议挪到早上了，准备加快行程了，看能不能早点回去。为什么呀？是出什么事儿了吗？那就得问你了，封太太。听到有人给你打电话，那我一听那个语气英文就不太好，我是怕公司有什么急事，所以我就接了。公司有事的话不会打到这里来。好吧，我一猜就知道是珊珊，那珊珊英文又不好，前台的人又不会说中文，如果我不自称是封太太的话，他们肯定不会让我接电话的。那你说他们要鸡同鸭讲到什么时候？他英语再差，他也是个大学生，他会听不懂吧？那你的意思就是，我是故意让珊珊误会的了？我现在问你，
你们通了电话，医生问，你为什么都不告诉我？那是因为珊珊跟我说没有什么着急的事儿，而且我想，你们晚上有可能已经通过电话了呀。珊珊给你告状了，你相信了？是前台说的，他们也并没有什么恶意，只是告知一下。对，你不是想让他误会，你是看不起他。我看不起他？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你教他化妆，帮他选衣服，其实是在鄙视他的品味。你让他穿了一些根本就不适合他的衣服，他自己都察觉不出来，只会出糗。你提议来英国，他没有护照，英语不好，你是想让他感觉到他跟我们的生活差异有多大，恰恰这让所有人包括他在内觉得自己根本就配不上我。对，他是不配，我一直都不明白，他什么都没有做，凭什么跟你在一起？他没有样貌，没有学历，没有家庭背景，我就是不明白，这种人有什么资格跟你在一起？你够了，我不能找女朋友，从来不看这些。你从来都不看这些，那为什么？什么都不在乎，为什么不是我？既然你什么都不在乎，为什么不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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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张，哎，那个大老板是不是快回国了呀？航班订好了吗？听琳娜说，应该等伦敦会议结束以后就可以确定时间了。哦，哎，那能不能麻烦你，去接老板的时候，可不可以带我一起去啊？当然可以了，大老板一定会很开心的。啊，行，那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嗯，好，谢谢你啊。没事没事。嗯。小张要走了。嗯，哎，不用了，徐太太，我自己下来就行了。徐太太，如果你有什么需求的话，让徐小姐给我打电话，我啊，明天还会再来的。行，那我就先走了。嗯，再见。好，谢谢小张。哎，没事，再见。好。啊，小张，哎，挺体贴的，真的蛮体贴的。啊，哎，珊珊，小张。这么大本事啊！一通电话，爷爷就有病房了啊？不是不是的，是琳娜，就是刚才那个女生，她是大老板的秘书，这些都是她安排的。哦，难怪，秘书必须替大老板张罗的，自然有的是人脉。哎呦，珊珊，你有这样的朋友，干嘛不早说呀？你看，把爷爷给折腾的。珊珊，那个小张在单位里是做什么的？他是大老板的司机啊。哎呦，司机怎么了？我们家珊珊不也是个小助理吗？哎呀，大伯，你们在说什么呢？我们真的只是同事啊！走了，走了，走了。同事？哎，不不不，不像不像。哎，看爷爷了，蛮好的，真的蛮好的，这同事。那么大的事儿，你怎么都不跟我说呀？还是琳达告诉我的。我哥虽然出差了，但我在上海呀，我不是可以帮忙吗？嗯，珊珊，这位是。哦，你好，您就是珊珊爸爸吧？哦，我是风月，珊珊的朋友。哎，哪一位是薛太太呀？这里有两位薛太太，她是珊珊的妈妈，我是珊珊的大伯母。哎，你们好，凤小姐，坐一会儿吧。不用了。哎呀，珊珊啊。我看这儿挺挤的，
要不然我安排一个单间，让薛老先生住进去，也清静一点。哎呀，不用了，我爷爷能有个床位得到治疗，我们就放心了。还有医生说很快就会好的，就不用麻烦了。嗯，要不然安排一个24小时的看护吧。你说薛爸薛妈都上年纪了，轮流让他们照顾总是不合适的。啊，冯小姐不用了，那个我们这一次来呢，就是特意带老爷子来看病的，也没啥地方去，大伙儿轮流照顾的，没事的啊。大伙儿，你们家里人都来了，嗯，那住哪儿呀？就住我那儿啊。你那儿啊？嗯，你那儿怎么住得下？大家都要打地铺吧？这样不行，我来想个办法啊。哎，正巧我附近有一间房子还空着呢，反正也没人住，我叫人打扫出来，今天晚上你们一家人就住我那儿啊。真的不用了，我爸妈他们就待几天而已。这怎么行，你听我的就不要操心了啊。嗯。喂，小蒋。啊，你把我淮海路那套房子打扫出来，动作快点啊！今天晚上有客人过去住几天。嗯，小蒋，怎么风月的房东也是小蒋？真巧。好，嗯嗯，搞定了。嗯，大家今天晚上就搬过去吧。好好好好好。那谢谢你啊。谢谢你啊，风月小姐。不要客气，不要担心了啊。嗯。请进，哎，进来。薛小姐，啊，这是风小姐交代的钥匙。哦，里面三个房间我都已经整理好了，你们先休息吧，明天我再过来打扫卫生。啊，好，谢谢阿姨啊。不客气，我先走了。嗯。珊珊，你哪认识的这么厉害的朋友啊？就是同事。同事？同事会这么帮忙？那个风小姐也是同事？风小姐她不是同事。不是？啊。那你怎么会认识有这种房子的朋友呢？哎，珊珊啊。你同事叫风月吧，姓风，那不会跟你们大老板有什么关系吧？大伯母这方面的嗅觉还真是敏锐呀。风小姐她是大老板的妹妹。妹妹？亲妹妹啊？嗯。珊珊，你们公司上上下下也有几千人了吧？那大老板的亲妹妹，干嘛对你这么好啊？有什么企图吗？二妹没有什么企图，妈，是因为，去年枫叶剖腹产，我给她献的血。妈，枫叶跟我一样，都是 AB 型 RH 是阴性血型。哦，这样啊。嗯。哎呦，我说呢。人家干嘛对咱们这么好？原来如此啊。嗯，珊珊啊，嗯，风小姐和你的同事呢都是好人，嗯，你可要好好的谢谢人家啊。嗯，妈，我知道了。哎，那个不早了，您跟大伯母赶紧收拾一下，早点休息吧。哎，对，啊，哎呦，这么多房间，我跟对呀，哎，调一下，调一下。
不知道风腾现在开完会了没有？珊珊啊，啊，你是找风腾吗？他跟郑琪出去开会了。谢谢你，爷爷好多了。退烧了，那就好。嗯，珊珊，李叔是因为怕前台听不懂中文，为了接电话，所以才那么说的。你不要放在心上。我知道的，我没放在心上，我也想到了。哎，你可千万别跟李叔起争执啊。谢谢。是我应该谢你才对。谢谢你在我最窘迫的时候给予我最好的帮助，让我觉得拥有你真的是一件很美好很美好的事情。我一样，我现在好想你。小的，你该睡觉了，早点休息吧。嗯，你也是。珊珊，你怎么也来了？小白，不怕高兴是吧？不怕啊，我退休了。好些了吗？好多了，也不怎么发烧了，伤口的肿胀也退了很多，医生说没什么大。我是在问你啊。我一直都很好。是吗？那待会儿我们去医院看一下你爷爷。小张，哎，把车取过来，等一下送我们去趟医院。是。有什么问题吗？啊，没有没有没有，我先给我妈打个电话。说什么？我们的事儿我还没跟家里说呢。什么事啊？其实也没有，是因为因为爷爷生病不太适合，因为柳柳分手，所以时间不对。不行，太牵强了。因为薛珊珊，你爸妈来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是你出国之后，他们突然之间过来的。那你爷爷生病了，你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告诉我？你在国外开会，我怕打扰你。
是不是觉得我们的关系不稳定，早晚都会分开？你是不是觉得我根本就不配做你男朋友？我们的关系有那么见不得人吗？觉得我们的关系不稳定，早晚都会分开。你是不是觉得我根本就不配做你男朋友？我还是说不出口，为什么？这阵子其实我有很多机会跟爸妈好好说说风腾的，难道我真的像风腾所说的，潜意识里一直觉得我们一定会分手？唉，所以交往之后我不敢再去他的办公室吃饭，不敢让同事知道，甚至不敢告诉家里人。就连请双姨、柳柳吃饭的那次，如果不是风腾主动提起，我估计也没想到。别人隐藏男朋友是因为他上不了台面，而我隐藏男朋友却是……啊，薛珊珊，风腾所有的付出都那么真心，你怎么打心底就觉得一定会分手呢？可是能怪我有这样的念头吗？尤其在大公司里，任何风吹草动都是以高倍数显微镜被大家检视，所有人都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所有人都是不看好我跟风腾。这能怪这些同事吗？如果跟个助理背着谈恋爱那也就罢了，但对象是大老板啊，这在现实生活中就是这么不真实的存在。唉，渺小的我不该有所保留，保持着些许面对现实的清醒，好面对梦醒的那一天吗？是我们之间就是有这么大的差距，你知道跨越这差距需要多大的勇气吗？你知道我们要忍受多少人的眼光吗？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比我还生气啊？难道我很轻松吗？风腾，我怎么觉得一定会分手？我多害怕分手后的伤痛哦。丽叔呢？丽叔他不太舒服，一会儿让厨房给他做点，随便吃吧。嗯，吃吧。你们先吃，我去看一下。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没有啊。哦，他可能刚从英国回来，时差还没倒过来呢吧。哦，不对，英国肯定发生事情了，三个人一起去，分开回来都没有好心情。
请进。我可以进来吗？在伦敦，我不应该和你发火。抱歉。你不用道歉，因为我也没打算道歉。到现在为止，我都特别清楚我在伦敦做的每一件事情，说的每一句话。我那天说的话不全都是气话，是藏在我心底很久的话。我从小就认识你，你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你的每一任女朋友我都见过，虽然你从来都不知道我的心意，但是我还是选择留在你的身边，因为我觉得可能有一天你会发现我的存在，知道我的这些感受。丽叔，你大学送我的那一本《The Great Gatsby》，我看过了。那你为什么说你没有看过那本书？其实有没有看不重要啊，重要的是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好妹妹。我知道你对珊珊有很多想法，但是她是我的女朋友，这是我的选择。我知道可能没有人可以左右你的选择。其实这么长时间以来，我需要的只是你能给我一个清楚的答案。所以，我谢谢你跟我坦白书签的事情，谢谢你坦白你的感受。其实我很想问你，是不是在我凤腾身边的女人都会很累很辛苦？你是说珊珊吧？她是挺努力的，虽然她不够优秀，但是可能比我努力。我们女人必须特别努力才能配得上像你这么完美的男人。我并不完美，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让我的女朋友有多完美。我只是希望她开开心心的，其实她没有必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她完全可以依靠我。其实珊珊的压力我多少能懂，因为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但是珊珊有强大的心脏，我相信她会找到自己的路。谢谢你，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拿到好人卡。好了，现在可以下楼吃饭了吗？
这样对身体不好。快点啊！很好，薛深深，可以给我解释一下我们的话题怎么就转移到你的职业规划上去了呢？不行吗？冯腾，虽然无论是外表还有家世，我们有很多方面都有很大的差距，但是这我也改变不了，所以我会在事业上努力一把。我肯定成为不了那个最好的人，但是我会成为最好的我。虽然我成为不了那个最配你的人，但是我会让自己成为最好的我。决定。就进一步了，很有可能，是，说不定以后我就是凤太太的闺蜜了。咦，还喝，胖死你！你不懂，这是低脂的，女神的选择。哦，怎么了？好了，哎，别给我打了，快点！老板在吗？在，要不要先通报一下？不用了，我自己进去。我可以来这里吃饭吗？果然不出我所料，欢迎光临。他竟然就这样进去了，没有先约好，都没有被轰出来。哎，他可是薛珊珊呢。也是，好一阵子珊珊都没上来吃饭了，大老板还心情不好呢。这次啊，珊珊主动上来吃饭，大老板应该开心都来不及吧？那我们也开心的去吃饭吧。好。哎，你知道吗？听说薛珊珊今天是自己拎着盒饭上楼吃饭的。
哎，你别说，办公室离你前才近多久，你就这么明目张胆了。上回董事会先借酒先试试大老板的女朋友，大老板没有反驳，那时候早就证明了嘛。那多好呀，大老板爱的高调，我男朋友就没有理由低调了呀。听说薛珊珊回去22楼吃饭了，那薛珊珊下来没？好奇饭和菜色，笨呐，摆错重点了吧？重点是薛珊珊到底在大老板的办公室里做什么呢？正奇，5年前你在西雅图？是啊。我跟我父母去探亲去了，怎么了？5年前在西雅图流行了一款跟生活能量非常相似的网际版的软件，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我是去那儿探亲的，又不是去工作的，我关注这些干什么？燕青，我希望你不要像法官一样审问我，行吗？这是对方提出的证据。他就是帮你把事情搞清楚。开什么玩笑，既然人家发行了网际版，那全世界都可以看到，为什么要去西雅图呢？这是什么烂证据？正奇，你不要冲动，这种话以后不要再说第二遍。行了，既然对方想要捞一笔，他们肯定会做足功课，不光是你，你的整个团队都在被调查，生气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呢？所以我就要认栽是吗？风腾，我告诉你，如果咱们就这么糊糊涂涂的上谈判桌的话，我不同意。去吗？没这个心情。说吧，你不是真的来找我打球的吧？你要有心理准备，如果再提不出反驳的证据，我们可能会走和解这一条路。我不是跟你说我没抄袭吗？怎么和解？我当然知道，但不是我说了算，不是吗？所以你今天来找我是想说服我跟他们和解是吗？郑钦，比娜这一次敲诈我们的意图非常的明显，圈内所有的人都看在眼里。我认为和解对你没有什么坏处。风腾，我除了是个创意总监，我还是个人，我有人格的。你这么做就是对我人格的质疑。富士特手机马上就要推出新产品，风腾的董事们希望可以尽快灭火。我懂，比起新一季手机几十亿的销售额，我郑奇的个人人格算什么呀？你知道我不是这么想问题，但是你必须得这么做。行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可以走了。我希望你可以尽快想通。喂，珊珊，晚上我们一起吃饭吧。今天 CPF 辅导班开始上课，那就是说不能一起吃晚饭。嗯，是啊。哎呀，我不跟你说了，快迟到了，拜拜。再等一下。嗯。怎么了？
你等我，至少让我送你去吧。哦，到了。啊，这么快就到了？这么用功啊？嗯，谢谢你载我过来。哎，对了，这个是补习班的课程表，我上课的时间就在上面，这样就不会忘记了。这么多啊？你平时要上班，下了班之后要上补习班，周末还不休息？那你什么时候陪我吃饭？啊？我资质这么差，当然要多上一些补习班的课来加强呀。再说了，我们平常中午不都是一起吃饭的吗？好了，吃饭随时都能吃，等我考完 CPA， 陪你怎么吃都行，好不好？嗯。哎呀，不跟你说，我要迟到了。这不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吗？拜拜。报名的吧，啊，那这是我的名片，我叫俞敏龙，以后你叫我敏龙就好了。敏龙，怎么称呼您？啊，我叫秀珊珊，不过我没有名片。珊珊啊，好可爱的名字。珊珊啊，我呢也不过是你早一期进来而已，这里班上已经有很多人上过课了，而且都考过很多次 CPA 了，嗯，他们都有自己的小圈圈。我想以后要不我们坐在一起，也好有互相照应。啊啊，嗯，好。哎，珊珊，嗯，你哪儿工作的？丰腾。丰腾，很大的公司啊，你怎么考进去的？这么厉害？嗯，也没什么，就是面试投简历。谦虚了吧？那么大的公司，哎，你简历肯定很厉害。嗯，是上海人吗？我不是，我是湖南人，是为了到丰腾工作才来的上海。哦，那个，我刚刚看到你从一辆跑车上下来，是不是啊？嗯，是啊。嗯，那个是你男朋友吧？开跑车来头肯定不小。啊？哎呀，没有了。我男朋友是卖二手车的，那台跑车也是二手货，没什么大不了的。同学们，那我们准备上课了啊，请把书打开。今天要讲的问题是什么是 NNP， 什么是 NRPR。 哎，你看他两个大眼睛忽闪忽闪的，特别可爱，古灵精怪的，像你。就是嘛，哎呦，丽叔阿姨要是那么喜欢小朋友，自个儿生一个呗。哎呀，不过现在跟正奇叔叔分手了，一时半会也生不了喽。我说月月啊，这事儿你就别瞎操心了，这是人家自己的事儿。哎，再说了，现在好聚好散的，还能做个朋友，不也挺好的吗？啊，是啊。不过呀，郑琪现在是没心思管这事儿了。你是指专利侵权那件事吧？现在情形怎么样了？郑琪有把握吗？哎，这不大周末的还跟李法务正忙着呢吗？
刚还给我来电话了，让我备齐当时啊对生活能量所有投资的文件。看样子是要和比娜斗个你死我活了。他们是应该抓住了郑琪的把柄，要么就是郑琪太不小心了。我跟你说，这句话你可千万不要问郑琪，他会跟你翻脸的。依我看呐，比娜那边图的是钱，而封腾呢也是树大招风，其实不是针对他个人，但郑琪就是看不透这一点，非要跟他们扛到底。别说封腾了，整个董事会都挺头疼的。唉，清水难养鱼，郑琪在这方面啊脾气就是倔了点儿。知道 CPA 难考，经过周末两天辅导班的震撼教育，我是更加体悟到了这个事实。不过为了成为更好的人，我薛珊珊绝不能半途而废。做一回考试题大半不懂，封腾应该知道怎么解吧。哎，珊珊，上来吃饭了啊。还有些重要事情要做。啊，对珊珊来说，还有比吃饭更重要的事。哎呀！珊珊，你今天让我等了你3分27秒。啊，所以呢？所以，惩罚你多吃点。你先吃吧，我还有几道题没做完呢，我想先做完。你就让我自己先吃。对啊，这样你才有嘴巴回答我的问题啊。萱萱。嗯。我是你男朋友，不是你 CPA 的小老师好吗？我是在为我们两个人的未来努力着，你不会什么都不管我吧？林娜，等一下给我几个公司考过 CPA 同事的名单。好，谢谢。接下来我帮你多找几个小老师，以后在你吃饭的时候辅导你。现在可以吃饭了吗？嗯，遵命。What if you could rewrite the moment? Sometimes I figure, oh, there's another locking imperfection. Sometimes you've been hurt, then you learn a thing about it.我的盒饭里面有黑豆，帮我挑。不要让你叫大厨别放黑豆了吗？你自己挑吧。老板再见。哎呀，好累呀、啊！哎，那个李专员真的好厉害，解释的特别清楚，我一下子就懂了。还有那个蔡专员，什么问题都难不倒他。听说他是集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财务科长，怪不得呢，真厉害。不行了，我该上班去了。好累啊！晚上我没有课，晚上我们一起吃饭吧。嗯。晚上没课，一起吃饭。
好啊，小猪头。拜拜。两个老师怎么还不来呀？这有什么好惊讶的？他们毕竟有自己的工作要做。有什么问题，我可以教你。来吧。这个。这个是跟国内的税法有关。我在美国学的是财经，国内的税法我还需要再研究一下。你看有没有其他选题，等我先融会贯通一下，再给你一个完整的解答。薛深深，你应该是董氏集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大老板吧？这下我知道为什么李专员和蔡科长没时间帮我上课了。也是最优秀的大老板，加油吧！吃饭的时候要专心。哎呀，我还剩一道题啊！吃完再看。辅导班上了三个月，有什么成效吗？好难啊，很多内容都听不懂，小考还总是垫底。那就不要去了，在家里面自学吧。那怎么能行呢？光老师讲的就已经听不懂了，我怎么自学呀？你没必要非要今年考过 CPA 吧？我今年一定要过。而且我要尽快拿下会计师证，这样才能给你更配一点。但是我不在乎。可是我在乎啊。你放心吧，我不怕吃苦的，就算是再辛苦，我也会撑下去的。相信我。这吧。
哎，杜先生，慢坐。哎，杜先生，杜先生。嗨 ，Gary。嗨，冯楠。好久不见。郑琴，可是在美国还有国内有很多家律师事务所，打过很多漂亮的官司。Karen， 对我来说，成功只有一样，一分钱都不能让比娜拿走。好的，我知道了。早就听说封腾有两大金童，看来所言不假。好了，我就把我兄弟交给你了。好。幸会。薛珊珊。啊。你怎么在我家也能走丢？干了。嗨嗨，嗯嗯。这位是白军，跟封家是世家。这位是白太太，毕业于斯坦福气管系。您所能够想象到的所有的证照，他都有。会计师，国际会计师，风险设计师。珊珊你好。你好。现在我才知道，这参会根本就是鸿门宴嘛。不好意思，失陪一下。啊，好。进。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好不好？都这个节骨眼上了，你还有心情来关心我啊？你也知道了，也好，这段时间的确挺难过的，也想跟人聊聊这事儿。你应该能理解我现在的心情吧？作为一名创作者，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被冤枉。我懂，我相信你。而且严青、封腾他们，还有集团里的所有人，他们都是相信你的。可封腾却要我做好和解的心理准备，接受和解，那不就等于接受侮辱吗？我觉得你只要这样说的话，可能对封腾不是很公平。他不仅是你的朋友，他还是集团的大老板，他有他自己的考量。对吧？而且这是集团第一次进军美国，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如果最后真的走上了和解这一步，我觉得那也是出于商业的考量。那以后大家随便百度一下，封腾集团与富尔特手机联合推出的新商品会在历史的舞台上留下记录，而我郑琪也会留下一个剽窃的污点。谁会在乎这个污点到底是真的还是出于商业考量呢？还有，我还有一个担心，如果真的和解了，全世界的专利蟑螂都会知道封腾集团有多么在乎眼前的利益，说不定会一拥而上。我不知道这么做对封腾集团的长远发展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郑琪，这是封腾该考虑的事情，不是你。而且我相信封腾从小接受爷爷严格的训练，是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
也就是说，直到现在为止，你依然对封腾这么有信心，你依然觉得他做的是对的，哪怕是委屈我。嗨，学长。嗨，文腾，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女朋友，薛珊珊。这位是我在耶鲁时系上的学长，杰子。哎，你好，你好。这位不用介绍了。嗯，邹诗诗小姐。珊珊，你好。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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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哎呀，见到明星了。邹诗诗不是名校毕业，也没有证书啊。哎，人家是超级名模哎。那脸蛋儿，那身材，就是证书。超级名模比你多什么呢？起码比我长得漂亮，比我身材好吧。这倒也是。哎，讨厌，男朋友正不上当。薛珊珊，你怎么能把我和考试联系在一起？你以为你是在应聘吗？那个，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头两天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帖子，上面说，一个男人为了两个人的将来而努力奋斗，结果那个女朋友呢，就抱怨说那个男的不陪她，就跟她男朋友分手了。结果大家都回帖说那女朋友不懂事儿。你没时间陪你男朋友吃饭呀？倒是可以上网看帖子。我就是顺便看到的嘛。哎，你别转移话题。我要说的是，同理可证，一个女人如果为了两个人的将来而努力奋斗，结果这个男朋友就是抱怨她，说什么不陪她呀之类的，那你说这个男朋友是不是也特别不懂事啊？为了我们的将来，好啊，那你就为我们的将来好好的学习。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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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有朝一日我封腾的将来竟然掌握在一个补课老师手里。我以后就靠你养了。你放心吧。现在已经成为会计专员了。哎呀，这么厉害呀！妈就知道，只要你肯好好的用功念书，没有考不下来的证照。改天啊，等你回老家了，我让你爸买一个你喜欢的东西作为升职礼物啊。啊，哎呦，不用不用了，你们省着点花吧。看爷爷需要什么就买给他吧。那个，妈。我交男朋友了，真的？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哎，是不是之前来孕的那个小张啊？就是，比他职位高那么一点点。哎，不过也算同事吧。哦，不是啊，哎，那个小张看起来挺不错的呀。那你现在的男朋友是谁啊？是跟你的背景差不多吗？哎，最主要的是不是跟咱们家门当户对啊？怎么不说话了？哦，妈问你几句，你还害羞了？什么？没有，不是那个，他呢，比小张职位高那么一点点，是。我们大
老板。灿灿，你是不是碰到骗子了？妈，我怎么会连我们大老板都搞不清呢？这也难说，你小时候还认错过妈呢。妈，那都是小时候的事儿了，你就别再提了，我都不记得了。三岁看大，五岁看老。妈，你觉得我连大老板都搞不清楚吗？那我远在老家，我怎么知道啊？哎，好吧，我让他亲自跟你说啊。别挂啊！我妈，拜托你跟他证明一下，你不是骗子。喂，妈，他现在跟你说话啊？先帮我去加点水。大半夜的，喝那么多水干嘛？明显是想把我打发出去，不让我听。阿姨。珊珊他爸，刚才珊珊打电话说他 CPA 考过了，还升职当了专员。是吗？咱们女儿可真有出息啊！真好，真好。还说有个男孩子挺喜欢她的。哦，是那个小张。不是，是一个家世挺不错的一个。家世怎么个不错了？啊，就是房子比珊珊多了那么几栋，薪水比珊珊高了那么一些，不过不错，父母双亡，没有公婆问题。父母双亡还这么有钱，是白手起家？哎，多大岁数了？大概30左右吧。哦，那肯定是父母留给他的遗产。富二代不靠谱，你让咱们珊珊多考虑一下啊！我说你这老头子怎么这么犟呢？珊珊只是说有一个男孩子喜欢她，可没说在一起。你别打电话去质问他啊，否则以后珊珊有啥事都不告诉我了。哎呀，听到了没有？知道了。怎么样了呀？我妈说什么了？你是怎么说的呀？她相信了吗？不知道。你打的电话，你怎么会说不知道呢？这不重要啊。还有什么比这重要的呀？我妈现在认为你是个骗子。薛珊珊，现在几点钟？10:22。晚上。废话。明白了。明白什么？你现在晚上10点多在我家，你妈应该知道，即使我是个骗子，该骗的都骗光了。啊！哎呀，不行，我得回去了，我回来拿他证。你马上就不清白了。你肯告诉你妈？说明你终于信任我了。我什么时候不信过你啊？好，那搬过来住吧。啊？今天。
是现在都是半夜了呀。先把人搬过来。大老板他一直都在等着这一天吧，等着我扫除所有的顾虑，终于放心大胆地向所有人宣布，我们在一起了。